就是最近关心的日本天团的 YOASOBI 呢，今天晚上呢将在这一个新庄开唱。那你看到呢，其实呢，早在现在3:30左右呢，就有非常多的粉丝呢，在这个红会广场的一楼这边都来抢购 YOASOBI 的周边商品了。那你看到呢，就算是每一个人的每款限购5个呢，那你看到呢，其实呢，除了这个 T 恤还有帽 T 之外呢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毛巾的部分呢是已经都完售了。那现场呢，我们有访问到了这个粉丝，是表示说呢，这个周边商品他们是排了3个小时呢才抢购到了。像这一访问，带你一起来听。我是有抢到了，所以我是觉得还 OK。日团通常一年来一次就已经算很佛心的，帮朋友自己都有这样8950，然后排到刚刚买完差不多2:30，是想多，但是希望可以多来啦，对啊，然后换大的场地，如果是小学生当然最好了。粉丝呢一买呢就是6-7件衣服起跳，那总共呢是花费了大概9000块哦，就是为了要来买 YOASOBI 的这个周边商品。那你看到其实 YOASOBI 呢这一次在台湾新庄开唱呢，可以看到呢总共呢是吸引了大概10几万的歌迷呢要来抢这2000多张票，所以粉丝也是表示说呢，他们抢到票呢是非常的幸运呢。YOASOBI 旋风呢也会持续的来席卷台湾啊！一定要这样追加时间，镜头交还给旁边主播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